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接下来请诸位持续轻缓而不间断的持诵咒语，要跟大家接续上午所讲的以七支进贡来累积资粮清净罪障的道理。在七支当中，它每一个支分都是一一对治烦恼的对治力，例如为了要对治我慢心，所以有顶礼的修法。再来，由于嗔心等烦恼分别念会不由自主的升起，所以就必须要对所升起的烦恼带来的烦恼所带来的罪业加以忏悔，所以有忏悔罪业之。那么是否能够忏罪清净，完全取决于是否在心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嗔心等的烦恼虽然是不由自主的升起，我们应当去看它有什么样的弊害，它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就会晓得哦，原来嗔心会将我的内心当中慈悲的功德完全摧毁无疑。而慈悲就是最主要的善根，也就是承办安乐的唯一之因。生生世世当中，就是正是嗔心，它让我们它摧毁了我能够获得暂时人天善趣就近安乐佛果的因，也就是慈悲。他会将我的慈悲心一无遗漏的加以摧毁，这个就是嗔心的过失，它的伤害性。对于每一个烦恼的相应的过失，都要一一的去加以意念，在意念之后心里面提起，再次的提起慈心与悲心，如此才能够净化罪业的。如果不这样子去下功夫，只是从表面上去做一些忏悔的事情，但是心里面并没有改变的话，那么罪业是清净不了的。罪业是必须要从内心去加以调整而忏除的。如他的生命我就把而已啊，如他的话这样可能哦，这其他的刚一松刚大一松哪里可能空的马上也不见动上，这是哪里东西，我们当地的东西让当地人民去他有他的钱的以后出发回来，有他搞完之后他下来去抓起哪里过程，他忙过不合作，他在想哪里过程，哪里过三个月的就接近的出国去结果人家钱哪里来的哦，在过程中节省了，这些操作出去的节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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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跟他的有那些，这是他们上来的，这个你们主要的原因啊。
而中国人当地的咱们这些他可能这事儿不能提供交流呢这是他爷爷你在我工作人控制控制了那么控制了三年间那这三年间的今天基本拉萨巴拉今天那么这些托人的话他不有的就这边呢这几个他妈长期给他们的那就不应该不管人让那些一个成功就给他们出去他们这个大金子产业的包括他们没啥的他把这个产业也啥的这些出发不是已经超过可能几年没了这大金子大金子有个产业现在我刷几个人去这条船这些出发的人也拿手你说我们那么几年没了他这别不懂是不是这把这屏幕去这些人说能差不多就这样了那些没当工的他们哦那就一下就忙不了老干的没看看呀最后他们吃了不就进了老一块的人接着批我那些东西才在我才看到我的身份把这种一切的人上去了你有你现在的生理我的现在的这里的社会就是超过了现在就超过了这个是这都是他的时候如果是我的你把超我的你妈不要的他这个是我们的这条中介条的中介条现在当中然后大的东西那所以来说你他大的现在就做工作看过来那么当我们去考量称心的时候它的弊害之外考量称心的弊害之外也应当去想称心最初从何而来那进化称心以后那么又回到什么样子的状态不晓得其实称心背后它的根源来自于自我就是因为我执的关系才会有称心的这样子去探讨的话就会能够对称心有更好的对治对于其他的烦恼也是这个道理的另外呢像是贪欲跟为了要对治贪欲跟吝啬心所以修供养吝啬心的状况是贪欲的状况像什么呢比方说这个东西我也需要那个东西呢多多益善然后钱呢是我都需要的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呢就会让自己的贪婪心不断的滋长这种心态它也是不由自主的自然会发生的比如说有钱人他也会有钱人的贪心跟吝啬之心贫困的人也会有他自己贪心跟吝啬心的情况这些完全是自己能够亲身经验但是对他又往往无可奈何之事而真正要对治吝啬心跟贪心的话可以用佛像作为对镜来透过献供的方式来对治他比方说如果你有一个小小的佛像哪怕只是大的像一个拇指节大拇指的指节那么样小小一尊佛像或者小小一幅佛陀的绘画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供养的对镜心里想哦这个就是真正的佛陀然后呢他给我了慈悲的教育所以让我懂得慈悲的功德因此仰仗着慈悲我将来能够造就暂时人间安乐的幸福然后就近的快乐也由此而得所以我应当要向他献供就将佛像或者小佛卡呢作为献供的对镜就是而且在献供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自己在献供也应当观想其他一切有情众生也同时在供佛那即便是没有就是你手边并没有佛陀的身像或者象征物那也可以在心里面用观想的然后口中也是念诵供养的词句这样子来观想供佛也是可以的那如果在经济条件上许可的人当然还可以透过布施的这个与供养相应的行为来改变自己的贪婪心以及改变自己的吝啬心那如果说你并不是在经济生活上并不是非常富裕的人不能够做很多的布施或者是供养但是也是可以将你日常的开销把它想成是利益他人的行为这样子也是很有帮助的比方说在这个国家当中有在社会上面有很多的设施是需要你去支付费用或者说你可以支持他们的运作的比方说医院学校
不管是宗教性的或者是世俗一般生活性的这些机构，如果你需要对他们付出金钱，要有所开销花用的话，那你心里面可以想，哦，这个用途可以利益到其他人，所以愿我所缴出去的这个费用可以利益到其他人，放下那个我只是在支付费用的想法，这样子的话呢，也是很有效的，能够作为供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拿来对治吝啬心跟贪欲心的。否则的话，假使我们对吝啬心都一直不加以对治，最后呢，因为它是往生到恶鬼道的因，所以会因为吝啬心而导致生于恶鬼的，所以恶鬼的主要生于恶鬼道的主因，除了吝啬之外呢，别无其他的，是最最主要的。所以它有很大的这样子的烦恼，吝啬心这种烦恼，它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可是它又非常的隐微，非常的难以察觉，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而除了去看观它的过患，并且做布施跟供养来对治它之外，也应该像前面观察嗔心一样，去观察吝啬心跟贪欲是如何而起的，也会观察到其他的背后也是我执。네차도우리모르기세한번걸어서차도지가는거가면이상한다는유모를모르상한다는차도지가기세지기세이거래자본주의바탕록관주의바이거래자본주의바로찍어사바했고오미지를사바지에모어서생계사약보도예를한게기세지를제가필요해서청구로这个牙的结果，从牙的结果上呢，像是那么差不多的。一旦落过来，可就要过去，就是你地方要开始，可要过去跳了，或者是马上过去，或者苗小过去，或者要过马中啊，在落过来的马子，这个程度呢，这个结果，这句话就是，这个离落过来的马子。对呀，我这些女娃他们的人生，这女娃全部的人都是这他这个说呢，是那么些人心结的。这查到我家里头去了，哦，这个也可以查呢，两三天，这个没事了，哎，具体的啥话，这个没有可以查呢。这多几种地球呢，哦，可以种这种多有的大的种些我的。他们说大姐的从三部去了我让他们送的。这个地球有一些他是用的可以用的可以可以这慢慢的进来这个可以了这个人是你说那么这一句话的计划的计划这样子多个错吧总计划的错吧这个错吧那这个开始多少不用了多不用了的就是人家叫外国人他有个是东南亚国家的说看到了老大国的看你们就说他有老爸的话地别了还是国家是那些人心结束孙当时我去留下就他今天的他的长官是他的人的留下国家的话是你的东西好了吗这是哪里的哦这看我的时候可以我是这老家伙，这努力还是在忙活，操心操心的。这还是咱国的，咱们去了就是查到去，有一日就是查到去。咱们说，妈妈，你跟他，爸爸就是过人，不能查到，查到是查哪咱国要的，查到是五斤哦，五斤一些的，你查到的是没过也不要买去。啊，查到是刚进哪一级，我哪一级？查到可能我妈的做大，可能是一样大的东西的敌人，对，那是有的些一些人光有的些活动呢，操不了过钱，那么人这个家里呢，他是吃不进的，操不了过钱，上面的那么嘛些呢，这些他就能给搞得跑不了的，所以要不得跑不了的，所以查到可能我是一些人光多。再来对治嫉妒心竞争心要修随喜要去除了要去看嫉妒心的本质也要看其他的所有烦恼的本质去观它的来处
看他的本质，这在对治任何烦恼当中都是共通的。竞争。